王菲带女窦靖童呢晚嚟到香港中环海滨，为国际音乐节演出，彤彤身穿波希米亚风格服装现身舞台，随即引嚟台下歌迷疯狂欢呼。彤彤演出接近一个钟，献唱第一首歌时，麦高峰疑似出现问题，未够大声，令佢不停向工作人员示意调高音量。唱完之后，又以广东话同大家打招呼，又表示好希望多啲用广东话同大家沟通，诚意十足。大家好，啊，好高兴嚟到香港，同你哋一齊玩。Let's kick it off with an old song. This one's called Mirai.